望一望都一望，谁家的孩子不成双、莫慌莫慌娘莫慌，都是你亲生的不能忘。当你放假第一天回家，你会看见热情的老妈，她会儿子闺女像一个痴傻，以为自己很伟大。当你放假一周了在家，你会看见平静的老妈，她会盘子给我拿来，再把碗给我刷了，想要吃啥去冰箱扒吧。当你放假两周了在家，你会看见恐怖的老妈，她会起开海水，依然不知道帮忙，赶紧给我回去，别烦你老妈。哇，终于开学啦，玩滑梯了。到我喽！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！耶！终于到体育课，今天老师不请假。体育老师牙痛请假，这节我们改成数学课。既然这样，谁出的条件好，这节课都归谁。我不听写，我不拖堂，我没作业，我有满分牛牛棒棒糖。糖不能多吃呀，这可是不伤牙的满分牛牛棒棒糖，甜甜水果有营养，呵护牙牙零蔗糖，满满口腔益生菌，六大玩具一起冲，你值得拥有。甜蜜满分，不吃牛牛。在下输了。体育老师，你不用来了。西瓜、冬瓜、哈密瓜。湖面我们顶呱呱，芒果苹果火龙果，祝你虎年花花花。